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跟着新竹发发站好啊！因为我现在是早上啊，还没六点的时候，现在我人的位置是在啊八斗子火车站这里哦，啊这里哈、啊、是被号称是北台湾哈、啊、最美的火车站之一哈、啊，最北台湾最美的火车站哦、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镜头，看看现在目前的状况，现场的状况，我手指处这里。就是基隆山啊、哦，非常有名的基隆山。然后这一个火车站，它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左手边这边哈、啊、美丽的海景哈、哦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火车站哈、哦，它不只是啊、很漂亮的有很漂亮的海景，而且它还是我们一般哈、哦，像我个人啊、会来拍摄早上日出的一个摄点之一哈、哦，拍摄。景点之一哈，啊，它这边哈就是一年四季都能拍到日出哈，非常非常的特别哈。然后这条路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条路就是通往宜兰的滨海公路哈。那我们看到下方的海边这里就是望海巷哈，望海巷哈。啊，说望海巷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哈，但是如果说我们每年基隆哈。啊，基隆的中原祭放水灯有没有很重要？基隆中原祭放水灯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放，他们就是那个水灯头啊，在我们那个基隆市区里头绕行以后，最后他会每7月14晚上他会在这边放水灯，然后邀请那个水里的一些好兄弟哈、哦、上岸来让我们招待哈、哦，在那个中正公园那一边会有个很大的普渡哈、哦、啊，这里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放水灯的一个地方哈、哦、啊，来我们再来这边看哈、哦，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哈、哦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它很多游客在这里下车以后，他们都直接会到啊望海巷的海边去游玩哈。哦啊，这现在这边也建设得很方便，也有通水的地方哈，啊也有厕所哈，啊在这里公部门在这里建设的还算不错，非常方便哈，啊欢迎大家有空哈啊的时候可以哈啊来这边走走看看哈，啊不只是看美丽的景致，还可以哈下到水边去玩个水哈，夏天很热玩个水，但是要注意安全啊哈，啊但是老话一句哈，啊。自己的垃圾自己带走哈，属于这里的东西我们一样不带走哈，啊不属于这里的东西我们一样都不留下，好山好水需要大家发挥功德心来爱护哈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啊来订阅我们的频道啊，啊再拜托帮忙啊按赞加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咯。